谢谢。嗯，又送东西了，哎呀，可了不得了啊！给我的，给高峰的。给我干嘛呀？我们都上来过了，都接收过了。是，我们也上来过，嗯、没接着。嗯。哦，有大有小。哎，好嘞啊！我代表接。太好了，来吧。哎呦，还有呢。弘扬传统艺术，后边看不见了啊，倒着念也成。哎，匠人精髓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感谢吧，来吧，拿回去改背我怎么啊？哎，来吧，接着啊，来把这个打翻。这孩子不嫌累，哎，这叫什么话？谢谢谢谢啊，让你说，嗯。回去吧。哎，这还没听说过。明儿的活儿今儿干了，好开心。那是，钢丝节这叫。对呀、啊，过节嘛。今年是德云社20年大庆钢丝节的专场，哎、专场演出。哎，嗯，演员们后台来了一部分。那是，还净是您爱看的。是啊。啊，岳云鹏啊，郭麒麟呐、啊，嗯，反正长什么样都有。那当然了。我们这行啊，已经跟旧社会啊。不一样了，嗯，那当然，旧社会呢长得都挺那个的老先生们，挺哪不好看啊，是吧？适合收藏的那样的都，嗨，长得比较怪。现在我们这小孩好看着呢，有好看的，我们这有叫张云雷的，嗯，哎，您给说说吧，嗯、太好看了，嗯，哦，啊，我说我们这已经招不开你了，嗯嗯，他也是有志气啊，嗯，他飞一个给我看看，嗨。刚才一开场，有一姑娘送东西都快哭了。嗯，一定跟她说好好养着。啊，也不说的什么。喝酒有什么好处？就是。哦。喝酒有什么好处？嘿。我、哦、喝40多年也没跳过楼。别着急。你是没跟我说。什么叫别着急、啊？高老的意思就是有的是机会。哎，对，非跳一回不可。对。嗯。张云雷在南京。是啊。南京德云社。是。后台有演员着急回家，嗯，到了南京车站才发现行李收拾好没带来。哎呦，瞧这记性！打一电话，张云雷给人送行李去了。嗯，那会儿喝了都不行了啊。送完行李再见。哦，嘿，说了就兑现，是那做不了。嘿，说到做到。哎，后来问他，他自个儿说呀、啊，他以为啊，跟这儿走抄一平道，他省得绕那一圈儿。就是楼梯迈着栏杆哈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啊，很轻盈啊，夸夸，他瘦了，到尽头这个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啊，10多米呀、啊，了不得，飙住了，哦，啊，开始是飙住了、嗯，到最后就坚持不住了，没劲儿了，掉下去了，嗯啊，还不错，嗯啊，当然他那同伴那天都吓傻了啊，那可不，也不哪个记者缺德问啊，到底是因为感情还是工作？啊，嗨。他拿话往那儿领他，你要说别人啊，要自杀，我真相信。嗯，张云雷门儿发场上都得跑，嚯，怕死，活得可在意了。哦，感冒都能变就2天，我可别死了呀！嗨，张云雷惜命，这根头发没捋顺，嗯，能耽误2钟头捋这一根头发，揪下去好不好？捋顺才往外走呢。哦，你要说感情上。喜欢他的小姑娘实车的哟，嚯，天天为他啊，打得跟什么似的。嗯，说感情上他不会有事的。那小姑娘有事儿，那是对。嗨，这叫什么话？事业上也不可能有事儿啊。嗯，对吧？《笑傲江湖》刚录完，对呀、啊。紧跟着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后边是《欢乐喜剧人》。对呀、啊。然后转过年去，他主演的电影是、嗯、一步一步安排挺好，凭什么去死去？就是。嗯、所以这个玩意儿，你既在江湖内，就是薄命人。可不。啊，你干这行为什么要干这行？对你来说是工作是吃饭，嗯，对人家来说就是说着玩儿，哦，所以我们这行时间长了也不拿这当回事儿，嗯，就是你说什么说什么吧，说呗，啊，你看今天很高兴，那当然了，今天过节，我是爷爷啊，哪儿你就爷爷，哪儿出了那么一句就爷爷，我是师爷，你是谁师爷？你得说清楚，他们是师爷，那您是徒弟收徒弟，刚才介绍这是奶奶啊，嗨嗨。没有、啊、那是二奶哎哎咱们要不包他吧嗯这包谁呀、啊、我们老三口啊说实在的老三口
一到我这就拐弯，你好开心呢，就是高兴，挺高兴的。嗯，天人进口是好事，没错。今天这样，嗯，我说出来你们两个不许驳我啊。怎么您高兴？您说。对对对，什么毛病？有事儿你说。要吃奶是怎么着？哪儿有奶啊？啊，有吗？哪儿有奶啊？我是二奶，我琢磨没有，没有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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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吃奶，别商量了，你这到有没有？到底是有吗？我觉得这边没有，那边哪边都没有。哪边有啊？哪边都没有，没有了啊，没有，压根儿也没有。来晚了，你看，你看，早也没有，吃完了，今儿早上就没了。哎，嗨，谁吃的？行了，我跟您说啊，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啊？对对，我就说，对，我挺高兴，就是待会儿。您要干嘛？演完了，咱们聚会聚会。那这好事儿啊！你瞧，这有您这句话好啊。就是你看，平时我也不喝酒，但今儿高兴，咱们喝两杯。您少喝就行，就庆祝一下。完事您要喝口酒，啊、今儿庆祝一下 啊！这好事儿，好不好？是不是好事儿，好难得。你要说北京喝没意思，我带你们上南京喝去。哎，这算了，哎、算了，算了，非得那儿的酒劲儿大。哎，找一平地儿，咱们踏踏实实喝会儿。哎，嗯。好吧，咱们喝会子，对，庆祝庆祝，咱也行，别叫那么些人，嗯，咱自己人呗，乱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再一个人少呢，就是少花点啊。哎，你这什么话？你到底想不想请客、啊？我想请，我想请你们俩。哦，咱仨人吃饭，仨喝去。好好，行吧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老高是吗？我没事儿，有事儿也推啊。哎，这绝对没，大半夜喝点啊。就是说了，这完事我们仨喝酒。好好好，哎。咱们是外头吃是家里吃？哎，咱要想吃点好的，咱就上外头吃。哎，外边好，外边可选择的余地也多。就是有时候出门演出，一说又晚上吃夜宵，有时候愁得慌。嗯，外边不是每一个城市都跟北京似的。对，有的地儿一到晚上就五点半，全城都关门。哎，关门早，太早了，这也。说这意思啊，说这意思啊。嗯，北京城想吃什么都有。啊，对，那是通宵的夜市，哎，都有。嗯，好嘞。太好吧，外边吃，外边吃。但是咱丑话说前面，什么呀？外边有外边的不好。嗯，怎么呢？外边是东西脏。哦，说这个地方做饭它不讲究。对，唱戏别看后墙。嗯啊，吃饭别看厨房。哎，这没办法，食品安全问题。那个，你说地沟油这解决得了吗？保不齐，那保不齐就有。那个菜那个叶黄的，家里咱那掐，饭馆管你那个，那就给搁进去了，也没成本呢。有的那个肉眼睁过期，他还用。他自己还有坏的，有啊，厨子手都烂了，嚯，抓着脑袋夸夸炒菜，哎呀，端碗酸辣汤上来，你还以为胡椒面，其实头皮屑，哎呦呵，不哪有这个饭，别说这个，多恶心，不这不都你说的吗？这谁说的这个呀？可气着啊！我就说这意思，就是脏还没事，吃半截那喝多打起来了。那危险了！你这刚点碗面，是啊，一口没吃，那儿掏出枪，哎呦嚯，这死人啪就扎你这面碗里边。哎，你说咱实话实说啊，咱退一万步说，这碗面，你说你结账，他结账。嗯，嗨，我先说这人不是我烫死的就行。你呵，行吗？啊，就扒拉开把这面吃了，我也得。啊，所以说有时候外边吃它还是有危险。哎，各有利弊吧，反正。还真是不如说家里边，那你看热热乎乎，那就别外头。那还咱还家里啊，家里的，家里干净。行，说这么热闹，这外边就没法吃。行行，哎呀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吃不吃哪吃其实并不重要，就是啊，不说吃不吃重要，聊会儿天，哪儿吃家里选择，家里可以，那就高峰家里。哎，好，高峰家里啊。不，这谁要请客呀？高峰家里。咱这样，夜里边你别跟白天吃的，好家伙，那么丰盛犯不上。简单点也可以，对吧？十个凉的，十个热的，嚯！来火锅，嗯，你再烤点串来，啊，行，咱仨呀，咱仨款款实实，这吃得了吗？这个，这撑死了这个，不是你老高，你这人不是你倒把他豁出去了。你说请客，你让我弄怎么不上你那儿？别上你请客，嗨啊啊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哎呵，好上他那儿去，不上他那儿就得上我那儿是吗？行行啊，行，哎，这嗨什么？他认了，那就上于老师那儿啊，上你那儿，你那儿地儿宽敞。哎，他那倒是房子大，地儿宽敞，行，可以，那就别什么十个凉十个热，大半夜这二，哎，二十个凉的二十个热，哎，我翻一倍，对吧？俩火锅，俩火锅，好吧？你呀，等会儿啊，您请客，上您那儿去，对呀，您今天徒弟收徒弟啊，是，明白吗？您收徒孙，行，好吧？老上我，怎么到他这劲儿来了？您这上我这上可以一样，
就是我那还有中午剩的半碗素片汤。哎，好，吃片汤都吃素的，您仨人吃那剩的素片汤啊？啊，兑点水，对吧？没听说过，兑点水做开，来点酱油，咸丝丝啊。哎，您啊，我那还有啊，爆烟萝卜皮，嘿，都没有，爆烟的啊，呵。别吧唧嘴了，那玩意儿吃不到哪儿去。咱滴的这么三滴，两滴的香油，就一滴还省呢。过日子太仔细。然后啊，让高峰出去烤点串儿。哎啊，谦儿呢搬两箱酒，还上我们家去得了，那就还是得我们上你们家也好，让嫂子弹唱歌舞。您啊，我们新疆好地方哪儿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们家上新疆好地方。就这份心呐，列位看见了吗？嗯，交朋友，交咱这样的，交哪样的吗？您亏心不亏心？我怎么了？哪儿啊？您说半天请客，就是哥俩这过还想这咱们一块热闹热闹。对，我这又烤串，他又买酒去，谁请客？钢丝节知道吗？上我们家吃去像话吗？你不也一脑袋钢丝吗？哎，听说过，那一脑袋头发丝儿。不是你，哎呀，您今天大喜的日子，谁花钱不重要啊？多新鲜，谁花钱不重要？要这气氛，你也不能说了不算。我怎么没想到这俩人怎么这样呢？不是这样，咱这事儿得弄清楚了。这俩人搁一块儿200多岁，你说你们俩怎么了？这是什么叫200多岁了？为顿饭算的，为顿饭，看见列位看见了吧？干嘛呀？为顿饭急赤白脸，嘿，我这谁？咱跺什么脚？你仨人谁急是白脸？我都替你们俩寒碜，我替你寒碜。我吃就吃，不吃就不吃，花钱不花钱并不重要。考不考试，这大谁说？压根儿也没说考试。你说的请客，谁说的呀？你刚说的吃夜宵，那你说上你们家你烤串去？谁后来不改你们家了？你让我他说上他那吃吗？谁凭什么都你给说？哎，不吃辣椒，不吃辣椒，这怎么了？你挺高兴的，一顿饭的事儿乱呢？你们可不是乱吗？行行行行行啊，拉倒了。拉倒了，什么就拉倒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说我花这么些钱，我图为什么？你多子花那么些钱了，真的？你什么时候说花钱？交朋友都寒心了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比你还寒心呢，真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完事还落一个，他们就占完便宜，哎呦，这都是提上秋裤不认账的主，知道吗？行行行，我们吃饭脱衣裳干嘛？不是你吃过这亏是怎么？热，知道吗？哪儿啊？拉倒了，嗯，刚才算白说了，你压根儿你就说了，说我花了多少钱，不往回要了。废话，哪儿啊？你没花钱，拉走，就这么着啊。嗯，你们俩都没关系。你们俩是有那个成语叫有不什么来着？我忘了，反正是忘了。你提成语干嘛？我想起来，我再骂你们俩，告诉你们。哎，这叫什么人性？哎，我看你们俩好有一比，比从何来？好比不是厚道人。这话怎么讲啊？不像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还会说人话吗？你我这气得我都不行，不行了。我啥什么意思？好吧，就这样吧。啊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我走。什么？再见，再见。好些事儿，岳云鹏找我事儿，知道吗？你再见什么意思？不，你这再见啊！你先等等，我问问你。不是你干嘛？再见什么意思？我你再见是什么意思？我就不跟你吃饭，我走啊，我有事儿。你要走？我很忙，岳云鹏找我事儿，知道吗？岳云鹏找你有事儿。岳云鹏啊，带我去拍戏去。你管你，他都得带你拍戏了。你先，我找他去。还回来吗？还回来不回来？哎哎，我雇了几个发言人，是吧？我没问他们，坐那儿替我说不回来。对，问你还回来不回来？钢骨岔气，嗯，不回来了，打这儿开始不回来了，除非你跳下去，要不不回来了。我上南京，我等你去，知道吗？我接着你，我没这么大梗劲儿，知道吗？我推你，打这儿开始不见我们了，你死不死你？告诉你。那因为咱们这咱有什么事儿说事儿，我可是好心好意。我说哎哎，不是哎，脱了哎，你给我脱了，走吧哎，脱了哎嗨，干嘛？你先哎，你要干嘛？放下，我脱了。哪儿？什么乱七八糟？你这个没有啊？你这个真没有，没有肚大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那算谁的？哪儿？有事说事，你干嘛？你不不是你们把这给我脱了？你要拦着我，告诉你啊，我不拦着你们跳大秧歌干嘛？谁跳大秧歌？不就丰收了吗？我们俩你别把他放走了啊！把他放走了，我找你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找我干嘛？怎么意思？他走就走吧，这是今天他的节日，他走了，大伙儿一拍两散就完了，完了不行。他的他走我没意见。那你把那个废话，他穿那马褂是我的。我能让他走吗？我怎么不是他穿的马褂是你的，多新鲜呢！你不信你问他去。不是，你也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别咱们别着急，能让他问清楚啊。哎，吃不吃的真无所谓的事儿
啊，就嗨，别提吃。你说是不是？哎，我们气都气饱了。你说喂顿饭，你饭你先等会儿吧。哥们兄弟一场，好歹不是你哎，你先等会儿，哎、问你个别的事儿、哎。你说，您穿这马褂是谁的呀？因为我喜欢这个蓝色的这东西。因为什么？你要我真穿一红的，这个岁数你也知道不好看。你还穿红的？你要脸不要脸？哪儿啊？你就穿红的？穿红的有点。你先等会儿，我没问你这个喜欢蓝的，喜欢红的。是是。我问你现在穿这件马褂啊是谁的？不是你别这么动手动脚的，你这玩笑了啊！我怎么玩笑？我就警告你这一次。我招你惹不要再问了，知道吗？凭什么不问了？人家差点跟你打起来。我就问你，你说了就穿的是谁的？是不是你的？到底是谁的？瞧你那没羞的样儿。我没羞的样儿。你说句实话。他的。啊，你穿这马褂哈、啊，是他的。是。那你就给人站起来。又来了，你要凭这架势倒是能混上去马褂，你这不至于，你干嘛穿人家的？怎么了？不是你穿这马褂，你住口，穿着马褂给人拖起来，凭什么呀？呼，你瞧你倒这凭什么呀？你倒真有理了，你穿人家的马褂怎么就凭什么？他万一弄脏了呢，是吧？他弄坏了弄撕了是人家的，跟你没关系，那就可惜了，就是吧？可惜也是他的东西，你不是，是对对、啊、你说的好像有理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好像有理、啊、但是我也不爱跟你争经这个、啊、你争经得着吗？是他的，是他的，给人脱下来，但是现在是不是穿在我的身上？穿在你身上也是人家的，你凭什么不给人家？凭什么给他？哎，我就这一句就问死你。凭什么给你？人得讲理啊，列位啊，人家穿这不像话呀，这个你整个一特务，不是东西是人家，我刚明白过，东西是人家，你凭什么不给人家？对呀，我能穿上就肯定他有道理呀。那你说说你这道理。你都多余问，我撑的合着，我这给你们劝架呢，你说说凭什么？我是东西是他的、啊，走到天边，咱得承认这是高峰，那就完了吗？但是水有源，树有根，你说说这他的东西为什么在我身上？嗯，他必有一个缘由啊。我听着呢，对不对？嗯、穿不白穿，不白穿，不白穿，不白穿啊！他给我拿租金了是怎么着？穿着我的衣裳怎么叫不白穿呢？掏钱了吗？对呀、啊，你给人租金了吗？哎，这要谈钱就远了，没有钱，因为我心里拿他当朋友。人家也得拿你当朋友啊！你穿人家东西，你拿人当朋友，像话？这就是道德上的落差。耶，我拿他当我兄弟一样，亲哥们儿有花钱的吗？对不对？不对，哎，嘿，听听。人家没拿您当朋友，现在往回要呢，你得说出来，你穿着有什么道理？怎么不白穿？首先说，我先问问你，我在乎这一件衣服吗？我哪知道啊？好话，好话啊！哎，首先说，我为什么要借这件衣服？就我问的就是这个。你走到街上，我问问你，嗯，见过街上还有穿这衣服的吗？就是没有，北京没有吧？啊，天津有没有？天津也没有。石家庄有吗？没有。山东、山西，你打的全问过来的这个，这多少省市自治区？还有国外呢，是吧？啊，国外也别问了，为什么没有？完了啊！好么样，我穿这么一件，它必有缘由。你说呀，有人找我拍戏，啊，哎，好不好？哎，好不好？好什么呀？有人把你拍戏，你穿你的去。民国的戏，啊，郭老师您来一活吧，穿一长袍啊，穿一马褂。哦，知道您家里有一服装厂叫德云华服，人家都知道。您自个儿能做，对呀、啊。我们给您弄的也不合适，您也不在乎，嗯，您也不拿钱当回事儿，嗯。我说钱不叫事儿，哦。前些日子来一帮人上家搜出700万现金啊，对，对，这我们都知道。钱不叫事儿，那是，知道吗？那是。说那就得了，嗯，那您自己准备一个马褂，嗯，合身就好。好的，
这很简单的事情，马上就可以安排厂子做一件。好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会儿功夫我看了看剧本，说还剧本什么事？剧本提示让我穿着马褂，嗯，有一场雨戏。哦，下雨的戏。对，在雨里边跑。哦，我要做一件就湿了。那么你，他有一件啊？哦，我就上家去了，嗯，找他借的这件。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你我缺马褂。哎，去嗨！啊，好好好。到家啪啪啪一砸门，嗯，高峰那媳妇儿出来了。哦，他媳妇儿。哎，嗯，客爷您来了。哎，客爷，他媳妇儿能这么说话吗？阔爷您来了。怎么叫阔爷？就这嘴说相声我最阔，叫阔爷。说您有钱。哎，阔爷您来了。嘿，我说挺好的，弟妹跟家呢哈。嗯，高峰呢？是出去了。哦，外边快进来。什么人啊这？不是你媳妇儿也是怎么这样？你别什么都信，知道吗？啊，进来之后把门关上，插好了，挂上帘儿。哦，我说弟妹你什么事快说，让千嫂看见不乐意啊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谁都往里卷了，可是没跑了。我们三家是一家，没听说过。我说弟妹，咱可别闹，别玩笑啊！啊，这个小游戏可来不得啊！哪有游戏啊？这里我是来借这件马褂的。哦，他媳妇顺手就递了出来了。哥，您穿上吧。嗯、啊，来伸袖。呵，来这边，对，嗯，给系扣啊。哎呦嚯！弄得我怪害臊，我都替你害臊。嗯，你呀、啊，挺开心。那是。哎。一边系扣一边说了，嗯，您老跟高峰在一块儿，是啊，高峰啊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哦，多新鲜，说话不挨着，一天到晚的、哦、这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，云山雾罩、嗯、弄让人家就一嘴给噎在那儿了。哟，回家来跟我们着急啊。您在外头经得多见得广，嗯，逢这个事儿您给他褶了点说、哦、啊，千不念万不念，嗯，还念咱们这点人情呢。我一听这话罢了，弟妹、嗯，踏踏实实的，我走了。这事儿装在心里边，别送，躺着你的。啊、我走了，躺着呢。哦，不是他给我系完扣，他就躺去了。他是天也不早了，天也不早了。是，所以说我穿这件马褂，我替他在外边帮助很大。他说话云山雾罩，都有我兜着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哎，别着急了啊，我再跟他解释解释，就别闹矛盾。对对啊，高峰，把他放走，我找你要、啊。我放不走。这事儿我给你打得清楚了，嗯，人家穿这马褂真是不白穿。他给我拿钱了吗？嗨，谈不到钱，那怎么个交情？你想想是吧？这怎么不白穿？媳妇都躺着呢，来，对吗？你别跟人撮合着，没怎么回事，知道吗？啊，哪儿躺着？你说话云山雾罩，谁呀？招三不招两，老让人给问住，知道吧？你媳妇在家着急，正好他上家去借这马褂，人说穿上，再有隔你的，为难你的。他全都给你兜着，我说话云山雾罩。对呀、啊，天上一脚地一句，哪儿都不挨哪儿。他说的，你这是谁说的？他说的，这是他说的啊。等于我要是说出来不像话，嗯、他能给我褶着说，他给你往圆满了说，给我圆满着解答。对呀、啊，马褂他穿着，不白穿啊，不白穿。啊，你起来，我问，你还问什么呀？我问，都问完了。干嘛你干嘛你老少息，这什么意思？你这叫少息吗？这个立正立正。这马褂你不能老穿着吧，你得有个日子吧。多的给我说吧，你先说多的给我。岳云鹏啊过完100岁生日，我把这件给你送到坟上去。行行行，他35都活不到，知道吗？还100岁，我等多少年呢？我呀不行。怎么又多一岁？不行、嗯、下礼拜给我送去行吗？下礼拜几？今儿礼拜几？今儿礼拜二。下礼拜二给我送去。下礼拜三吧，好吧。你说这种人，这正经劲儿的。下礼拜三，行，礼拜三，礼拜三给我送去。礼拜三早上7点给我送家去，行吗？别，晚上12点。有晚上12点送马褂的吗？我这拿马褂就是晚上12点。去，躺着呢吗？哪儿的事儿？您别跟人捣乱嘛，这不是？嗯。上午10点，下午3点。你这人，你11点，12点半。12点10分，12点15分，13分，14分，13分半，14分，13分半，就这一分钟还正经什么呀？你们
就那天给你送过去。行行，那天送去，我告诉你，穿的时候你在意点，在意着呢。这都是这浮土，什么浮土啊？你在意一打嘛就没了。啊、行了，都是尿碱儿，才尿碱儿没有。行，怎么着就注点意，争了，咱还要多注意。我最喜欢这件儿，你喜欢这件儿，你给他，你就给他了就。他媳妇给我的，给是我都不知道。你那是你没在家我才去似的。别跟他，你给他了就完。行行，让他先穿着、嗯。他说我云山雾罩，他不说呢。马褂这没关系，给他就不要了，我也不心疼。他家有钱，我家也不是没钱呢。哦，您家也富裕是吗？这玩意儿家里有一万多件呢，一万种不同颜色的。说话就来劲，哎、这怎么就来劲呢？不、啊、是你要我送你两打？哎，我别去，你看看这怕什么？这有的是，一万多件，哎，色儿都不一样，一万多种颜色，服不服？有那么些颜色吗？我自己配呀、啊，自己配呀、啊。你看看上面这色儿，下面那色儿，行不行啊？花马褂，你看看要吗？给你俩，不要不要。咱家里有的是钱，这个咱不在乎啊，啊、嗯、啊，咱不在乎。但是有一样，嗯，家里有这么些钱是有这么些钱，怎么样？祖上留下来的，哦，都是传下来。哎，我这个岁数，我打一出生就挣钱，能挣多少年钱呀、啊？那倒也是，有限。您说的，家里边祖上比较有钱，哦，你比如说吧，我父亲，哦，我祖父，嚯、哦，我曾祖，哎呦，再往上咱就是我祖宗，啊，这些人吧，嗯，家里头都有钱，尤其是我爷爷。哦，到您爷爷那辈儿，呵，打他这儿开始、啊、大富大贵，有钱人。哦，打他那儿发的迹。对。哦，您别往歪处想啊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。我老子往歪处想、啊。你看看，我怕您胡琢磨，怎么突然就有钱了？没别的啊，劳动人民出身。劳动人民出身。哎，劳动人民大富大贵。嘿嘿，你瞧，你瞧，新鲜不新鲜？这我不知道，这劳动人民还能。当然了，大富大贵，当然是了啊！我爷爷，您别笑，说出来您别笑话啊！啊，我也不答应。过去，你不用你答应干嘛、啊？你就说呗，你这过去是干什么？您知道吗？您说，拉那个人力车的。对，你看拉人力车的，劳动人民啊，大富大贵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挣钱了？你看拉活拉得好啊，每行每业它不一样啊。行行出状元呢，行行出状也不能挣那么些钱，你看还大富大贵拉人力车，那是咱不、咱不是贬低人，最底层的这个劳动人，劳动人民啊，他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，能一样吗？怎么？我爷爷拉这个人力车啊，你别看他没有腿啊，啊，但是呢，你先等一会儿吧，他这车拉起来特别快，这你先等，嗯，你爷爷拉人力车的，对，没有腿。俩腿都没有，我知道没有腿，但是在马路上一走，远远就能看见。呵，高人一头，这人比谁都高半头。比你等会儿，没腿拉车咱不说，还比谁都高半头，挣的还多呢。这啊，他一人能挣俩人钱，要不他能大富大贵？你我哎呦，没听明白。我爷爷有钱，你啊是，我领你见去。我啊，别去，我不是你爷爷大富大贵啊，拉。人力车的拉车挣的没有腿，俩腿都没有，哦，还挣那么些钱，一人挣俩人钱，哎，高人一喝了，大高个，你胡沁呢吧你？你这没腿都比别人高，胡说八道哪儿啊？你是云山雾罩的，他我没白说你，我说这个你不信呢？我是不信啊，这事儿他有人知道啊？谁知道啊？问他去，怎么他知道啊？哎，你问他去呀。行，我不用这么细致，啊、不用这么细致 啊！哎，有点什么时候就脱了呢？嗯嗯，我问问您啊，哎，你说，有那么老头啊？哎哎，你先别看那个了，啊、你说我答应人干干净净的啊。是有那么一老头啊，嗯，大富大贵，特别有钱，有钱有钱呗，拉人力车的，嗯、哎、啊，拉人力车的发了财了，这人还没有腿啊，比谁都高，一人挣好些钱，一人挣俩人钱，你他拉人力车，你给我大富大贵，你住口住口吧，你住口吧。啊拉洋车的，对，大富大贵是，拉洋车大富大贵，怎么你怎么了？你要死你、啊，我要死干嘛？胡说八道呢！但是眼睁人就拉了就你去快，你找地儿拉去吧，你快啊！你就是谁找撑着脱了，哎，脱了，就说好了吗？下礼拜三，说好什么下礼拜三呢？怎么着？这没腿拉洋车，特别有钱，大高个儿，这事儿你不知道吗？嗯。哦，这事儿是他说的，没有，有。哦，
你看看。啊、哦，有怎么样？有怎么样？好，有、哎、有就好办了。咱能胡说吗？好，当然有，有就好办啊。那我就问问您吧，怎么他就拉人力车的大富大贵？天可不早了，是回家瞧瞧。对我上哪儿瞧去？嗯，你就是我跟你说，你知道，你就是太好事儿，真的不是好事儿，聊出来啊。是你说说，你不是知道吗？有，哎，这你说这，是啊，怎么就大富大贵？嗯。老高家哈，嗯，他爷爷，对，因为这个很正常，嗯，很正常，因为谁家也不可能说坐根儿就有钱，多新鲜！他一定是啊，就是慢慢的努力，不管你是经商的、为患的、做买的、做卖的，是不是？哎，慢慢熬，先说慢慢熬，熬到有钱，这是不是很可能的事情？可能是有，这相信不相信？这我信，他信了啊！哎，什么我就信了呀？哪儿我就信，我说拉人力车的直接人就大富大贵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拉人力车啊，而且没腿，这是个技术问题，这个没腿，腿哪儿去了呢？我哪知道啊，打南京跳去了。哎，不是，拉洋车跳去了，他把腿跳掉了。嗯，哎，拉洋车发财，没腿发财倒是好说。嗯，没腿怎么办呢？没腿哦，来地出溜啊，就俩腿就剩一寸。嗯，个儿比谁都高，个儿还比谁都高啊！你这对了，大高个儿嘛，人这东西严谨，还得高一头。你就挣钱还多呢啊！要不能发财吗？早知道借马棍那天我就住那儿了。哎，报仇来了你这。这个玩意儿，这个，嗯，他这就讲道理。对，您讲讲这道理。哎，这事闹的啊！嗯，这个老高家，嗯，因为他们家他是。他们家挺确实是挺有钱，因为不光是他这辈儿啊，富贵无三辈儿，但他这确实从上辈儿就有钱吧，老高。嗯，好几辈儿了，好几辈儿啊。他爷爷这辈儿发的迹，对，就因为拉着人力车。那就说他曾祖还没有这么多钱。哎，对啊，他曾祖呢也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老爷子。你说他曾祖啊，我也很尊重啊，也虽然说没见过吧，但是认识没？但是我也听别人没有提到过他。哦，没提到过就别说了，都没见过。他曾祖呢，就是他曾祖当然是希望他祖父好，是谁都希望自己这是根儿啊啊，一定得有这个啊，哦，把这记住了，对呀对呀啊，等着怎么着？那曾祖啊，就跟他祖父就得说这话啊，儿子啊，我这叫你呢，这叫谁呢？冲着你说的，你别你就就是就说这他曾祖跟他祖父就说吧哈，嗯，说儿子啊，这个。你得成家立业了，嗯，这都得有，大户人家都得有这个啊。哦，哎，哦，就刚编到这儿，确实也是，编不下去。后边呢？就是你得成家立业，你得娶个媳妇儿吧。哦，对，对不对？你得娶个媳妇儿，成一家人吧，是吧？对。你不能像我似的，我这一辈子没沾过女人的边儿啊。然后呢？那怎么有的这儿子呀？这是。啊，不行，就不能再说，再说他曾祖有媳妇，这个难度太大了。这个，那没媳妇，后边这人也没有。有，他云山雾罩有啊。这个孩子，你哪来的呢？你是小的时候啊，有一天早晨一开门啊，家门口停辆洋车，你是那洋车上放着一孩子，哎，人家不知谁送给我的啊。送孩子呀？对，送孩子，送洋车啊。完事呢，我就跟你爷俩就一块活到现在。那么现在你长大了。长大之后你得成家立业，嗯，成家立业你得娶个媳妇儿，哦，我给你已经说好了一家人家，嗯，这家挺有钱，嚯，哎，顺不顺？顺不顺？顺啊！哎啊，顺是顺啊，是这没腿拉洋车可没提，您知道吗？还没到呢。现在开始，爸爸给你介绍一家人家，嗯，找了一姑娘要跟你结婚，哦，他祖父就不能一上来就答应。因为一上来答应的话，他就没有后边的事儿，是吧？是。说不行啊，说我要先立业后成家。你我就问你，啊，没腿怎么拉洋车？你我都不着急，你着什么？一会儿就到了，啊。废话。说这个，我现在不希望结婚啊，因为现在我的事业还没有成功。嗯。你瞧，这还这样。你要事业成功哦，而且我也不希望找女方什么大户人家。哦，这样的话呢，我显得我好像攀龙附凤。我希望找一个家境一般的。
嗯，于是他曾祖就说了，嗯，孩子，方圆500里地没有比咱家穷的了。哎，嚯，哦，赶上他们家最穷了是吗？啊，就所以嘛，所以，哎，对了，咱家最穷。嗯，所以他祖父就说，那我得努力啊。对，我要有我的志愿。啊，在墙上写自己的志愿。志愿是什么呀？第一，成为亚洲首富。嚯，第二，拥有澳大利亚。嚯，我的妈！第三，嗯，全世界的钻石都是我的。哎呦妈！第四，嗯，拉洋车。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这仨大差离格，天上一脚，地上一脚。你说我先从哪个开始干？您说呢？拉洋车。哎，这你只能从拉洋车开始。权衡利弊啊！因为家里只有一辆洋车，还是人送的。对，嗯，一辆洋车。你祖父他从小由于特殊原因，怎么着？没有腿啊？哎，对，没有，俩都没腿。其实他不是没腿，他是腿短点是吧？啊，一哈来长的腿。哎，这不是这不一哈也能慢慢往前倒啊，也行，反正还不如没腿，跑不了多快就拧着呗。也甭跑了，一扎多长还跑什么？鞋大呀？没听说，就没有腿，一哈来长。你有点难点，我跟你说。你给一口也行啊，不不，一口好慢慢长是吧？你不是看见了吗？没有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不是知道？我是他没有一点腿都没有，一丁点都没有，没有腿，哎，胸口就挨着地了，知道吗？嚯，那活得了？趴地下了那是？不是，就有腿就大腿根就没有了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大腿根没他爷没穿过裤子，嗯，永远是一管这个，永远是一裤衩，你知道吗？永远是一裤衩，他是一包袱皮儿，你也甭管。是是是是，你就说说为什么没腿拉洋车。这大天热图什么许的，我跟你说说的就是的，嗯，没有腿，没有腿呢，没有腿也要出车，走，对，没有腿走啊，因为他立志要出车拉洋车吗？他废话，他立志就能拉，早晨起来吃完早点，洋车夸十字路口一放，啊，把他祖父夸往车上一放，对，坐在这儿，嗯，傲视天下，看车去了，那是，你知道吗？那不是拉车，无论谁过来，西单去吗？啊，不去。东四去吗？嗯，不去。废话。嗯，一坐坐一天，天黑了，连人带车送回来了。哎，这还连人看车去了。这是所以说他怎么拉呀？说的是拉车，他还得拉车，跑吧跑吧，特别快，多心特别快，特别快，钱快。哎呀，炸！哎呀，拉车快呀！要不他挣钱多？为什么他快？他还比别人高一头是吧？哎呵，大高个儿，他没有腿，没腿都比别人高，他跑不了。哎，但是他能窜呐！啊，窜呐！嗯，行了行了，那坐车的受得了吗？那个，这窜还怎么拉车呀？窜呐，高人一头嘛。啊，是个废话，你窜完了，后边这人就遮出去了，知道吗？他万一这车拉出去压切面也挺好啊。嗨，那就专压切面，人说拉车都对呀。哎呀，这个怨谁？他怨我，不怨我，怨也不怨老，怨你曾祖啊。怎么？什么？你曾祖？哎呀，这，哎呀，他怎么能让他出去拉车去呢？是不是？是是。对啊，没腿，没腿，怎么能拉车呢？有梦想，拉车还得高人一头，嗯，还得挣好些钱。对你来，最少得双份吧？是不是？不知道不知道你到底？哎呀，挣双份钱还得拉车，还得跑得快，还得能干活，能挣钱，还得比别人高一头，还，哎呀，他，你说你曾祖这个他是怎么想的？你曾什么吓的？这怎么想的？你说，啊，你曾祖简直就是，我告诉你，就是个瞎子。哎。好了，你要死了是怎么？你趟地雷上了。他曾祖眼睛有问题。眼睛有？别说，怎么着？说话乱了啊！他曾祖啊啊，双目失明，说看不见，没腿在双目失明。你曾祖双目失明，你祖父没有腿，爷俩一块儿出车呀？你家的俩残疾啊？曾祖背着你祖父，对，啊，这底下这也看不见哦。看不见，但是他能跑啊！哦，上面没腿，没腿揽着车把呀，指挥一下左右，哎，俩人都一块儿，可不高一头呗？别人一份车钱，他俩人出车，可不两份呗？哦，就这么发了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没想到！哎呀，来来来，哎呀，你看你如此轻松的回答呀，啊，这个哎哎，孙子说话有良心啊。嗯，你把这个事儿说的来了，我想也是这意思嘛。那你可没敌给我呀？对对对，你努个嘴眨巴眼儿，我也知道啊。哎呀，对对，你和你说太好了。哦，这是个办法，是不是？哎，简而明说的，你看看底下这样啊，嗯，上面这样。行了行行，哦，对，就是这种姿势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说还这种姿势，俩人前，哎，高人一头啊，行，还陶醉呢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说的好，
说得好，还说得好，瞎子背一稻草人满世界跑，就俩疙瘩拉车把，你这那不就创意吗？我觉得今天咱们可以到这里，别因为天不早，我有点累了。别讲、啊，累还行啊，这好事，我们俩聊。马褂，你多穿些日子，穿一年，怎么样？不是你还才一年，你这你那戏马上拍完了，你穿这身，你照点照片啊，这不也好看吗？你先穿一年。行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个，我们再聊会儿。不，你别聊会儿天，别聊了。哎，我们聊会儿，别拦着我们啊！我们聊会儿，你先歇会儿，养精蓄锐。还聊啊？啊！好家伙，他是这意思，您明白了吧？我明白了。他两俩人是全是残疾。哎，这您别笑话啊！我不笑话。没有腿，嗯，特别高。就我这模还能不笑话吗？哎，不是，您知道这事儿，那就算行了。得嘞。哎，其实我这个太难理解。是他这不说得很清楚吗？啊，您不也听明白了吗？这倒是明白了啊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哦，这是我胡说吗？不是吧？哦，哎，我们家这个人物啊，都挺奇特，都挺传奇，都挺奇特。你看我曾祖跟我祖父俩人一块拉车，全世界您说有吗？哦，不行，想都想不出来。你新鲜不新鲜？新鲜了。要不说他新鲜呢？嗯，我本人啊，我本人比他们还新鲜。您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又出这回好事啊？啊，大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？跟他今儿一样啊，天人进口。哦，您是收徒？不，比收徒还高兴。那我呀，啊，得了一个儿子。嘿，好事吧？这得给您道喜。这是正常交流，这好事吧？天人进口。哎，是，马上到日子上医院呢。对呀，到医院了之后，我往这个手术床上这么一躺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一点不疼啊，有麻药，打上麻药之后，一会儿的功夫，嘿。孩子来了，叫唤特别好听。你先，我也学孩子叫啊。你不用学孩子叫了，这伤口听现在还疼呢。行了。啊？你要干嘛？我要不干嘛了？你生孩子了？对呀，我有。你没儿子是怎么着？我有儿子也不是我亲生啊。啊，是我亲生啊。这就对了吗？这那是我媳妇儿生啊，也不能是大老爷们儿上那儿。哎呀，你不男女平等？没听说过，这地方不能搞男女平等。这怎么不能？眼睁我这伤口现在还疼呢。你哪儿就伤口现在？男老爷们生孩子，我头回听说。打麻药了？那么打麻药也生不出来？你纯粹满嘴胡沁。哪儿？我这伤口生孩子，这你不相信呢？废话，我能相信吗？我不信，不信，问他去呀。他知道，哎，他这汉子还没落下去呢。我管那干嘛？行，真够狠的啊！哎，哎，来，您过来吧。俩人啊啊，一没腿一没眼。哎，这嗨，不是，行了，高人一头。得了，不是那事儿了，嘿，挣双份钱。哎，哪儿都能去，东单也行。不用，我知道、哎、啊。哎，东单西四鼓楼前都行。哎，东单西四鼓楼前。不是，别唱了。哎，你说，不是这么回事了啊、哦？又来了新题目了。啊呀啊！您听着 啊，大老爷们儿啊，男的，嗯，生了一孩子，打麻药了，到现在伤口还疼呢。哎，你说的真是人话呀？不是我说的，你 这话又响又不臭啊！哎，这叫什么？我这放屁呢？是怎么着？不是胡沁吗？这不就是啊？可不是胡沁，就没有这个事儿。我就没听说过有男的生孩子。哪儿有男的生孩子？脱！快站站住！干嘛你又？怎么又动手啊？不说好了没腿吗？这没腿是没腿的事儿啊！啊啊！这我啊生了一孩子，我这伤口现在还疼呢。这事儿你不知道吗？这事儿是他说的。没有，有。怎么样？好，怎么样？这嘿，太好了，我就喜欢这干梗倔的。这姐妹儿嘛，有就好。您聊聊吧，男的生孩子怎么生的？您也可以想想。哎，对，因为这个问题呢，我是打算从两个方面来讲。哟嚯，还很全面，你知道吗？第一呢，是从这个科学发展观上来啊讨论。哦，第二呢，它是和这个社会关系是有些牵连的，还有社会关系。第三呢，是华北地区的水疫问题。哦，第四来说呢，您到底想说几点呀？您刚才就说从两点分析的。谁呀？您啊？你说我说？你说我说？你说啊？你也？我说你大茬干嘛？听他说过。到底是几点？我知道是几点呀？你不知道你拦着我？
您说的两点啊，你以为我乐意说这个吗？我对这个问题根本我就不感兴趣。哎，对对，我瞧出您不感兴趣来了。那个，您聊吧。这个问题就好玩了哈。对呀，男人生孩子，嗯，是。多恨得很啊，这是。因为咱们知道，一般来说都是女人生孩子。啊，没错。你比如说谦儿哥有孩子，有儿子吧？有啊，不是他亲生。是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台。嗯，这个那么说，男人生孩子这就好奇怪，因为我们也看过一些书，古往今来，也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个人生父母养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知道，历史上有一个小英雄，谁呀？叫哪吒。到他这儿哪吒改小英雄了，一个可爱的小英雄啊，是哪吒。哪吒我们看到原文里边提到他是莲花、荷叶还有藕拼的，对，对不对？传说是这样。你看看，嗯，他这个东西无风不起浪，哦，甚至包括孙悟空，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孙悟空都知道吧？是是是，西游记啊啊，孙悟空啊，这是孙悟空啊，这是，这是猪八戒啊，这是孙悟空，啊，孙悟空哪来的？哪来的？一块大石头。嗯，哎呦，嗯，看见了吗？我看什么呀？孙悟空出来了，啊，就是石猴。如果说，嗯，石头是他的母亲，嗯，那么他的父亲是谁？您说这还真是可以琢磨研究。西游记看过没有？西游记我看，这是一个大问题。嗯。到底那个人对石头做了些什么？什么乱七八糟！这是《西游记》里说的吗？研究的问题吗？啊，就没在那儿，你就这比划一下就完了，还这啊？啊，又一个啊，孙悟空，为什么叫孙悟空？嗯，哎，回答上来嘛，这个好回答呀。什么？就是出了一个小猢狲。西游记是这么写的啊，出来小猢狲，自己人姓孙吧啊，为什么不姓胡？我都没听说过孙悟空姓胡的。胡悟空，哎，胡悟空，对吧？没有过啊，姓胡怎么了？不丢人呢？啊，古往今来姓胡出了多少个名人呢？是吗？元朝末年，嗯，有一位将军叫胡大海，啊，这有跟常遇春。跟朱元璋打仗来，是是是，大英雄胡大海，姓胡吧？啊，不丢人，这是清朝，对，胡雪岩，哎，嚯，那更是名家，对吧？嗯嗯嗯，元朝，对，忽必烈，啊，嘿，尤其这忽必烈啊，忽必烈呀，哎，没听错，忽必烈，这会哥好几，忽必烈，忽必说是吧？啊，不，行，忽必来，行行行行，没听说，说说又拐弯，忽必烈，有口音，有口音，你知道吗？谁有口音？您先甭说蒙古字儿，他翻译就是胡必烈。哎，您先别说这胡必烈，您就说说这男的，胡必说、胡必来这几个人。你先说说这男的怎么生孩子、啊。就你这个记性，直一嘴巴。哎，这好，咱有点没意思了，真不就不是没意思。我听着这，我都给你讲了原始，你还问这？我那胡必烈没有，别提胡必烈。胡必烈，胡必烈，你别提这个。别人不提啊？你说我不提这个，你这根本就到不了那个问题。透过现象也看不到什么，是吧？看不到什么？你能看？忽必烈很厉害、啊，他的祖父叫铁木真，啊，这是说对了，哎，对吗？哎，对，他祖父铁木真，嗯，没腿，哎，拉洋车，我是这忽必烈，把大元帝朝拿洋车拉出来，行，愣拽呀、啊，这两件事，您这有点不像话，有点不讲理了啊！废话，哪儿就没腿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叫胡必烈，嗯啊啊，忽必烈祖父叫铁木真、啊，铁木真其实也是谣传，什么？本名叫铁木儿，知道吗？哎、没听说，不对吗？哪儿铁木真？好吧，这都过去了，都不重要啊，都不重要啊，关键重要的就是为什么男人生孩子？对，对不对？废话，我刚要提醒你，知道吗？公鸡下蛋，母鸡打鸣，铁树开花，老爷们生孩子。对了，四大人世间四大吉兆，嗯，对不对？吉兆，弟兄，有的是吉兆。哎，对，招多的吉，那错不了。嗯，这个四大名著也都写过这个啊、嗯。那么说落到高峰身上，为什么？就您说吧、哎。高峰是天津人，这跟籍贯有什么关系？你看看啊，天津什么地方？
九河下哨，天津卫，三道浮桥，两道关，是是，退海之地。哦，就当年那个地儿是大海，后来海下去露出平地来了。哎，有人居住。为什么叫天津呢？嗯，哎，皇上从那儿过，天子渡津之处。哦，渡口叫天津。嗯，是。哎，高峰就是那人。男的怎么生孩子？别着急啊。嗯嗯。这个海下去露出平地来了。哦，嗯，平地上有一块石头。哦，哎，这孙悟空出来了。孙悟空天津人感觉。不不不，嘿，怎么意思您这？行行，不用摆姿势啊。你说说，男人生孩子。有海边，海边有块石头、嗯、啊。高峰跟他媳妇儿在石头这儿，嗯，谈情说爱。哦，那是他们认识的地方。对，听吗，老高？哎，可以，行啊，还真是在那儿啊，真是就那儿。那、哎、他妈谁知道？哎，这是蒙出来的，合着是大石头。嗯，高峰跟他媳妇儿俩手拉手，嗯，面对着苍天，嗯、面对大海对，面对这石头，嗯，情比金坚，两人发誓。发什么誓？老天爷在上，嗯，我高峰。哦，媳妇儿这儿揽着他，嗯，我铁木儿。哎，这好嘛，什么名字？跟铁木真还是有关系。他媳妇儿叫木耳。哎，没听说。木耳就谁名字叫木耳？姓木啊，这个说相声木祥林的木。啊，提木祥林干嘛？木祥林，你媳妇儿叫木耳，木耳。小名叫阿铁，好吧？哎，好，还是铁木耳。我高峰，我阿铁，阿铁吧啊。嗯，我们俩好好过日子。哎，甭管叫什么了，对吧？嗯，一拜天地，哦，二拜高堂，是、嗯、夫妻对拜，嗯，就地洞房。哎，好嘛，没听说过，俩人海葬去了上那儿。这不是，怎么就就地洞房，扎海里了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人家这旅游嘛，有那旅游结婚嘛，旅游嘛，就全世界巡游嘛，全世界你非上那儿去。这头一站叙利亚，是不是？啊、嗯，一看没死了，得了，啊、咱们奔意大利吧，是吧？哎，作死去了，到意大利人震完了 啊，俩人没辙了，就回天津海边。哦，哎，海景房啊，哦也海景房，跟海景房仨月没离海景房啊，仨月两口子没下炕。嚯、哦，你仨月、嗯、啊！仨月之后，工作人员进去给俩人抬出来。哎呀，好嘛，还有工作人员了。嗯，抬出来，木耳怀孕了。我这个那是不怀孕都亏这仨月了。嗯、就交房钱不能白交，知道吗？对对，两口子高兴啊。嗯，他生一闺女呢，就叫金针菇啊，不是，就叫平菇口蘑，叫香菇。哎，反正是生一男孩叫金针菇吧。啊，有寓意，好听一点。哎，这没有寓意。哎呀，反正就快了，肚子就大了呗，啊、就是吧？怀孕了吗？怀孕了，就怀孕了。啊，怀孕就生孩子吧，生吧。嗯，我想想啊，他生孩子，您使什么劲呢？嗯，替他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生孩子啊，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哎，到这天预产期到。哦，高峰的媳妇肚子疼。木耳说：“我肚子疼，我害怕。”哦，高峰说：“那就打了吧。”啊，没听说，混蛋吗？这不是，怀孕了肚子疼就打了，疼媳妇呗啊！这是疼媳妇，以后还有机会呢，海景房咱还可以去呢，是吧？哎、行了，啊，媳妇说：“别费那个劲了，是吧？”啊，一救就要了吧，多新鲜！想当年啊，家里条件不好，要送媳妇上医院，得叫一三轮车，哦，铺上被窝褥子，这孕妇躺好了拉去。是，现在家都有钱了，嗯，高峰叫一三蹦子来，哎，也没好哪儿去，叫俩三蹦子，俩管什么用？媳妇一个，他一个，哦，上了这车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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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家伙，就奔医院去了。那是，哎呀，高峰着急呀，嗯，下了车往里边就来了，哦，一进门，嗯，一进门大夫坐那正闭目养神呢，哦，没事干，大夫养神，嗯，手里拿一杯清水，哦，水蹲在这儿，大夫闭目养神，嗯，高峰进来了。大夫真着急。大夫不着急，大夫看看他，嗯，我睁一只眼，什么事啊？大夫，我爱李人，我媳妇要生孩子了，是真急啊，你受累吧。是，瞧这大夫啊，要死这大夫，这是别着急呀、啊、怎么不着急呀、啊、风急的呀，汗嗓子也干的啊，把这杯抄起来了啊，他先咽咽嗓子。哎，大夫，嗯，您受累吧，您别睡觉，我们要出人命了。睁眼看看，哎，这个，哎，嗯，怎么了？我那杯水呢？他喝了，我喝了啊。那是泡我那假眼的那水啊。哎，好家伙，嘿，我说睁一眼闭一眼的，感觉一假的摘下去了是吗？啊，您可记住了啊。啊，一个眼的是这大夫，嗯，俩眼的是他曾祖。没腿的那个
别提这俩眼睛，怕人分不清楚。就提这大夫就行了。啊，高峰就觉得眼睛在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。哎，我要生孩子，这怎么办呢？就是，这说那你上医院呢？对呀，我们这是心理诊所呀。哎，好，去错了，这三蹦子。高峰气的，嗯啊，出门就跑。哦，哎，斜对门就是医院吧？赶紧去。你记错了，你没做手术。他到医院，他媳妇等于就生了啊？没有，不是做手术了，麻醉，现在刀口还疼着，那怎么记孩子了？你不怎么能记错了呢？一睁眼抱着孩子，我抱着呢。你不是你，这不是我，我疼啊。对啊，你对对对对，他来了一刀哈。哎，问特别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大老爷们，他就冲到医院去了啊！到医院，大夫，我这对呀、啊，我这孩子哪去了？对，是呀，着急呀，一进。进医院就他，你还做手术了吧？这当然，那就是一帮护士得拦着你哈。啊，哎呀，赶紧来呀，快来呀，弄着他，弄着他，弄着病人，给他能做什么？你男的痔疮，啊，什么叫痔疮？痔疮，你往哪儿？你有痔疮，对，哎，给说有痔疮了，这人拦着吧。嗯，高峰就到了，嗯，高峰就到了，嗯，四个护士搀着他，嗯，进来吧。到手术室了，躺下吧，嗯，躺下，俩护士给高峰扒裤子，哎呀，啊，这痔疮手术啊，我穿多少啊，我这是，啊，你就跟变脸那似的，一没听说过，变出什么来？这打针，疼，打一针麻醉，嗯，高峰趴那儿不知道，嗯，哎，请大夫，嗯，大夫拿手术刀啊，啊，负责拉痔疮的大夫来了，呵，大夫来一看，吓一跳，怎么了？他刚才这一跑啊，那眼呢出来了，啊，正卡着屁股呢，哎呦。大夫眼泪都下来了，嗯，看了一辈子屁股了啊，临退休让他看我一眼，好家伙，哎呀，太离奇了，做手术吧，赶紧吧，呲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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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才麻醉他不知道啊，是麻醉给他做手术，做手做完手术之后呢，就赶紧就给缝好了，哦，缝好了给他躺在那儿，正好旁边那屋他媳妇儿。啊，媳妇儿也做手术，哦，剖腹产，孩子生完了，是是生完了，这他爸爸在这儿了，啊，抱过来，搁在跟前儿，啊，一会儿苏醒过来，苏醒过来，他一看，哟，还有孩子，麻药劲儿也过去了，啊，哎呦，刀口可疼了，就俩人一块儿去的医院，他媳妇在那屋，他在这屋，嗯，他媳妇生孩子，他切痔疮，哎呦，麻药劲儿过去，孩子抱过来，这不就是男的生孩子吗？哎，好家伙呀！哎呀，自个儿都给自个儿盖上白布了，这个。哎呀，你还真不错，越来越佩服你了。哎，这真是的。天不早了，咱走吧。别，我再跟他聊会儿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没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嗯，你差不多可以了。没聊透，没聊够呢，没聊。对，我爱跟谦哥聊天，好玩了。马褂，你先穿五年。你知道我今儿长多大能耐？你就是你，哎，穿五年。聊会儿，聊会儿，聊会儿啊！这回您就相信了吧？我这不听他这么说，我哪信得了啊？不听他说，我都不知道啊！哎，这像话吗？这个，反正我就觉着疼，我抱着，我以为是我生的呢。那能是吗？我细一琢磨，他是没这先例，多新鲜呢！反正我这个人呐，反正比较喇合，你这不太喇合了，就比较粗心，啊，你知道吧？没有这么粗心的。后来一问我媳妇儿，哦，她生，多新鲜，那就行了。孩子越长越大，我们计划以后旅旅游，这好啊，对吧？应该的呀。孩子小的时候，北京城里先转一转，哎，别到远了去。动物园可以吧？动物园去，没问题。小孩最喜欢吧？就喜欢看动物。哎，上礼拜四去了，上动物园了，带着孩子呀，好极了。到动物园，恐龙馆，哦，恐龙馆，我看看那大恐龙。还能骑呢，20块钱骑一圈，然后可以照相，自己照加5块钱啊。那恐龙馆骑着恐龙，我们俩奔月球了。哎，你哦，你先等一会儿。到了月球之后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，月球上也有人，是啊，啊，比地球人多，什么模样人都有。哎呦，也有那个没腿拉洋车的呀，好嘛，是也有那个一只眼啊，给人看病的呀。你们家人都在上头呢，是吗？啊，就那月球，别胡说八道了。从小月球，哎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坐一宇宙飞船，你别说了。直接奔冥王星，哎呦，水金地火木土天海明，哎呀，这是我们旅游路线。你胡说八道！下回我带着你，你别带我。因为什么呢？你行了，月球也有动物。你等一会儿吧，太动物不是这么着，你先等。不是，废话，我得呀，啊，月球那个动物园啊，哪儿里边关着都是人，我一看这些人我还都认识。你别哪儿？哟呵，这不是孙越吗？啊。这岳云鹏，月球动物园，月球德云社，这事儿，呵，别混哪儿啊？
我是旅游，你带着孩子上动物园、啊、坐恐龙上月球，这事儿你听着新鲜是怎么着？这压根儿就不可能，不信呢？对了，问他去呀！哎呀，他又知道，他知道这得嘞，关老师，哎，问您个事儿啊，您说吧，带着孩子上动物园玩去了啊？去吧，坐着恐龙就奔冥王星了。上面还有拉痔疮的，胡说八道。孙悦，还有岳云鹏，一句人话没有。生孩子都不对，这可他说的，谁说的也不行。怎么呢？我给你了，我都不穿了。谢谢，哎呦，别买花了啊！嗨。真好，嗯，来，高老师，哎、我还看不见，哎，谢谢。真好，啊，这都是我的啊，嗯，谢、嗯、谢谢谢，哎呦，你瞧瞧，全是签字，希望对谦儿嫂好些。哎，这谁写的？这有这句吗？也得努力是吧？哎，什么努力？啊、谢谢，嗯，对，就是。钢丝节，嗯，哎，大伙儿图个热闹，对对，跟这儿演四天，嗯，明天后天说单口相声，嗯，最后一天特别奉献，是，什么都有，热闹闹的，哎，岁数越来越大了，就是，越来越发现离不开相声，喜欢嘛，我们也没有别的手艺，嗯，当然我们仨里边来说，他们哥俩感情更好一些，我们哥们住的近，真的，这个朋友有远近。亲戚有厚薄，对，仨人都师兄弟，嗯，但是略微的他们俩就比我近一点，怎么就非得我们俩近呢？谦儿坐在后台，嗯，愁眉苦脸，嗯，我说哥您怎么的了？去，怎么着？不跟我说，心烦，没到那份儿。这玩意儿咱扭头走呗，嗯，高峰过来了，怎么了？高峰一屁股就坐下了，嗯，不跟郭德纲说得跟我说呀。我们有交情，咱们是真正的好弟兄。嗯，什么叫真正的弟兄？是啊，那是认头为对方舔伤口的人。哦，这比喻多好！谦儿抬头，谦儿眼圈都红了。嗯，痔疮。哎，呵，像话吗？我们俩一个病啊，是怎么着？待会儿我再进来，嗯、于谦儿谈笑风生。哎，对了，技术不错。哎。什么都站这说呀，您这是。高峰确实是有两下子。我谢谢您吧，挺好啊。您有痔疮吗？那错不了。嗯，我们挂了号了，后天是。哎，还日子。那么，所以现在到了，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候。什么事儿？这，场场商演唱，今儿钢丝节我就别唱。唱点不一样的也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哪有不一样的？愿意听于老师唱吗？你看看啊，群众的呼声，哪有不一样的？今儿您唱吧，我就别去，您先来一个，啊，抛砖引砖吗？好，两块砖，就是打起来吧啊。嗯，那个，今儿咱就别唱歌了吧，不唱歌了。那趁着你们没鼓掌，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就说呀，有后文，我就说今儿咱们自己大联欢啊，这朋友的唱，那让他们唱。哎，对他们唱也可以。有人愿意唱吗？啊，谁呀、啊？多乱乎！举手我看看，那还真有举手的了啊！哎、来，那姑娘唱一个，我们听听。嗯，你看那高兴的啊！嗯，他一直往墙那儿钻，你看看。嗨，穿墙过去，穿墙过去。行了，高山道士拿了酒走。他先唱一个。嗯，老高来一个吧。哦，我怎么我来？你看看，我看于老师还有后话说。哦，是吗？我听这意思是。不是我说，今天啊都是联欢，啊、平常净唱歌了，今天可以不唱歌。您要来一什么？您打算、这个，我唱几句什么或者这大鼓啊小曲儿之类的。哎，你看看好不好？嗯、你们来着了啊！轻易还不唱这个。那个，哎呦，嚯、哦哎，太重了这口。您唱俩摸？哎，唱几摸也不成。那个。什么？剑阁文伶啊！剑阁文伶啊！哦，这是南方朋友点的。哎，剑阁文伶、嗯，咱们唱两句《伯牙摔琴》吧。哎呦，好，好吗？
那个京韵大鼓，洛派京韵大鼓，对，名段。因为《剑阁闻铃》之前还有很多的前面的帽，唱完了以后太长了。对 对, 对，好吧，嗯嗯，太好了。嗯，洛派洛先生的这个《不压水琴》，古代列国多奇闻，俞伯牙汉阳父亲玉之音，巧逢钟子期对答罢琴闻，意气相投又把香焚，他二人分手太急，未得细谈论，约会了汉阳相会，再等来春呐。好，这就头一番，头一番唱两句，还真好，真好啊。嗯，再来一个呀，好，再来一个。什么？再来？大伙儿您再来一个啊。嗯，行，那就挨着来，我唱两句呗啊。哎，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唱几句太平歌词吧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啊，头里边郭麒麟那瞎唱闹着玩呢啊，歪唱，我唱几句。嗯，他唱的专攻打马，出趟城南北角啊。嗯，我唱几句，唱几句什么呀？又来了，爱听这个，这是。我记住这俩人了啊。嗯，这俩哭着喊着要听十八摸的哈，啊，谢谢你们的坦诚啊。对，都是有身份证的人，我说。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我的尘埃，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出来金丹一粒，半边红来半边白，红丸治的是男儿汉，那薄腰粒治的是女裙钗，用金簪那巧牙关灌下药，那骷髅骨得病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拉住高头的马，叫了声先生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鞍玉尘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婴孩，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修闻听长叹气，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好好骷髅叹，这叫哎，传统曲目。那么接下来到高老师了吧？谢谢您啊，我就别唱。高老师唱板子唱得好啊！哦，来吧，快板儿。谁有板子？后台给高老师送一副来吧啊！这个谢谢大家吧。啊，快板啊，说学逗唱也包括数来宝。嗯，这个是传统的艺术形式。是的。嗯。后来发展变成快板书嘛。对。您的名言呢？嗯，学会王高里有个好身体。这是我说的啊。李派王派。我给你拿板去啊。啊。王凤山、高凤山、李连杰没有，嗯，没有王凤山。哦，嗨，有李连杰是吧？这个我们这仨人啊，我跟老高，我们俩是王派快板的传人。对，谦儿是高派快板的传人。一会儿让他唱两句啊，一会儿撺掇他唱。哎，对，特别好，是吧？因为轻易他不唱。对，赶上过年过节，我们挤着，有时候我们俩说的不算，得你们撺掇才行，哎，是吧？哎，他不唱，我们不说别的。那是啊。这个快板啊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，于老来了，伴奏道具，对，就是七块竹板啊，嘿，七块竹板在历史的这个长河当中是逐渐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啊，对，七块竹板，来，为什么叫七块竹板呢？因为它七块，哎呵，您说的真好，净废话，废话，用你们说呀，我有这两下子拉洋车去了啊，您注意，咱唱一段啊，对，唱唱哪儿算哪儿啊。唱一比较吉祥的吧。哎，21岁的小寡妇，这吉祥吗？这个
思想起了啊，我这好命苦，多好啊，这个这叫吉祥，这又没人过生日唱这个嘛，这流氓吉祥了，这个。我生日不唱这个，那多新鲜啊！这多好，这个他打的这板套子，这是王派，对，代表曲目王凤山这一派。我们俩人是王凤山先生的徒孙，再传弟子，我们算是王派的继承人。对对对啊！但是在北京得说是高派，高凤山先生，这是正经高派传人于老师。哦，哎呦，您不说我还不知道。哦，您是高派传人。哎，对。哦，您呢？那太好了。高派，你看看，很惭愧，很惭愧，对板儿实在是不太那个摸门。没关系，我给您打呀，您还上里头来，您还上里头来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您看，高派我们不会呀、啊。您太客气了，你别不是，那就您这个很惭愧，对，也就我们跟我没下功夫，也是您行，练的少，对，谁会谁是那个，嗯，这叫什么话这是？同仁堂这一大段中间也歇不了，您唱哪算哪，来几句，来几句就行，热闹热闹，来几句，您看我，我冲您一比划，咱就收了，好吧？您这对，可得比划。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，先生这个好比甩手自在王，药王爷就在当中坐，十的名医列两旁，先拜这个药王，后拜你，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，药王爷本姓孙，骑龙跨虎手捻着针，内行的先生孙思邈，外科的先生华佗高，孙思邈华佗高，32岁入的唐朝，正宫这个婆母得了病，他是走线的号末治好了，这个一针扎好了娘娘的病，他是两针扎好了龙一条啊，万岁一见龙欣喜，心身这个封他在当朝，封他的文官他不要着吧，封他的武将就把头摇啊，万般出在无机奈，亲身这个刺剑大黄袍，一旁怒恼了哪一个，怒恼这个净得老英豪，为臣我东挡西杀功劳大，为什么不刺那黄袍啊，一把钢鞭拿在了手，手拿着钢鞭赶黄袍，药王爷要法高，他是脱到了黄袍换红袍，这个黄袍供他了药王搞，黎民作兴财不相烧，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，您老这个兰桂3尺3寸3分高，这么一旁供这个压药碾，这么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，炸药刀亮堂堂，有几味草药您了先尝，先炸这个牛黄玉狗宝，后炸槟榔与麝香，头人陪着杏仁睡，这么二人躺在了神香床啊，睡了三更就白夜，胆大的木贼跳了金墙，盗走了水银50两，这把金猫狗儿叫汪汪，有丁香去送信，这把人参这才做了大堂啊，佛手抄起干草棍，棍棍打在陈皮上，这把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，这个鲜血躺在了木瓜上，大苏丸小苏丸唐大海滴溜圆，这把狗皮膏药贴风寒啊，我有心接着药名往下唱，我是唱的名儿个唱不完，嗯这时候唱，哎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唱完了，他想起来了。哎呦，这时候想起卡板了。哎，真好，真好。哎呦，轻易他不唱，还真是这样。我们俩合作好几十年了。嗯，他在台上加今儿算是唱了第二回。你听听，第三回，你三回啊，第三回，第三回啊。您各位算是赶上了啊，可不是吗？他有一最大特点，什么呀？唱一段就有两段，哎，对，没有。听说您那押宝唱的，后台还有谁在呀？来来来，出来一块玩来吧，一块玩玩吧。哦哦。这个就是岳云鹏走了，因为我刚才上来之前就跟我说，他早上6点明天有事儿，是吧？所以说今晚上赶紧走，是上外地啊，所以说他不在，其他人都在了啊。来一块来玩吧。都在，还有谁？啊，范林哪去了？来，哎呦，范林。啊，范林走了。啊，大林没走呢啊！来来，老高别走，来啊！孙胖子，来过来玩会儿来，来过来。什么叫玩会儿呢？来玩会儿，胖子来。有什么可玩的？这都是谁玩谁不是玩啊？就这孩子们呢，哎呀，又那儿举着灯牌，德云二世在。嘿，
这个我这个眼散光，那蓝的是什么呀？老何不是？老何什么？老何永相随啊！老和尚紧相随。哎，这好嘛，老尼姑走了。哎，哎呦，还有一举着我那灯牌的啊、嗯！好，把于谦那撂下啊！哎嗨，都看清楚那个了。真好，谢谢啊！这个都是我们花钱雇的人吗？哎，好嘛，啊，都是发自肺腑的是吧？明天还来吗？后天还来吗？大后天还来吗？贫不贫呢？哦，这是那工作人员啊。好，早休息你们啊。嗯，撂下，撂下。哎哎，撂下啊！这么大人了，我还不知糖吗？嗯。啊，我这糖尿病多少年了啊？这个小月走了啊。走了，他明儿赶飞机。哦，就剩下你了。那是。那来吧，只要站在这儿的都给大伙表演一个。就晚点。你看你怎么了啊？你看是人就行。哎，对。您这话也太损了啊。那就换一个呗，是吧？别难为你。来，换一不是人的来。哎，来，哎，对，谁来呀？就郭麒麟没在吗？这不是啊？栾云平，来过来啊。哎，快来啊！我徒弟栾云平，这是打小在我们家长大的，跟你一块吃一块住，一晃到今天他都当师傅了，我真是特别的高兴。嗯，要说在德云社这孩子们里边忠心耿耿，前三名就得有栾云平。啊，这个德云社分这么几个演出队，我曾经给他写过一个扇面，德云总队长，啊，他没敢拿出来，也是怕大伙打他啊。写完就没露过。啊，是他本身是一队的队长，但其实是德云社的大总管，很多事情呢就是他帮我一块安排啊，有他在我就踏实，我放心，啊，这事儿如何如何，有小栾一说，我心里就放心了。您还是抬我。哎，一晃就这么多年，这就说实在，这跟我儿子是一样的啊。当初这个啊是这还就是啊，你留神啊，今天的姑娘她们可放得开了啊，啊，这边有俩我听十八摸的啊，那边有憋着玩孙胖子的，你看这就是什么人玩什么鸟，你知道吗？挺好，打这儿起你也当师傅了。哎，啊，这正经是当大人了，挺好。这个这几个孩子真是从这么大就跟着栾云平，您是今天在台上看见我这几个徒孙，其实在台下跟着栾云平跟六年七年的都有。对，八年。有八年的是吧？我不是抬杠，真八年。啊，可不嘛，这谁跟你抬杠了啊？真是跟你抬杠了啊。挺好啊，这个看着孩子们成长，说明我们这行还是有希望的。于老师一摸板，说明又要唱。这本来就没有啊。挺好啊。嗯，栾云平你给点一个吧，看看谁能给大伙演什么呀。啊，好，上局吧。现在就上局了啊。来，那孙子回来。倒不是说占孩子便宜，他买的这个辈儿你知道吗？嗯，这个上小菊啊，这是岳云鹏的徒弟，当年就是喜欢这种不上档次的表演形式。啊，喜欢的师傅就这个啊，就亲民的价位哈，嗯，找不开零钱的特点啊。嗯，您这都是形容徒弟的词儿吗？是，就是跟孩子卖牌卖牌嘛啊。这是卖牌。这个你在几队啊？二队。你在二队啊？对。这个他小的时候啊特别像岳云鹏，台上也像，今天刚才给你们表演了吗？就那个剑气浪荡的那个什么那样都来了是吧？嗯，你还有什么值得拿出来显一显的那个东西？这个今儿是澡堂子包场呢，我怀疑这姑娘是青花池派来的。他不光喜欢玩胖子。嗯，哎，啊，打刚才让拖一个啊。他喜欢岁数小的。嗯，呵，瞧出来了。嗯，这个还会翻跟头，他能翻跟头，因为啊，你这没活动吧，别抻着，他没事。嗯，因为什么呢？德云社的这个我们这个徒弟来源啊，分这么几个方位，一个是跟北京戏曲学校联合办的有培训班，啊，那个正经给文凭的是跟北京戏校；一个是呢就是科班团带班招的九字科呀，什么鹤子科的学员是在这儿；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单独的教学机构叫德云传习社。这孩子是当初传习社的学生，最早在那儿学。那会儿呢，在传习社除了相声之外，我们有专业的京剧老师给他们看工啊什么的，所以毯子工啊、翻译啊、下高啊、开打啊，这都对他们不叫事儿啊。还能翻吗？能，没问题。来，你上头里来吧，好吧。来，咱们躲开点这健身鞋。嗯。你不用孩子，你自个儿来吧啊。准备啊，都前排躲点啊，前排躲点啊。往后仰，对，往后仰，往后，对对对。
我们这儿也有功夫的啊，搁的戏班啊得饿死，搁的说相声翻跟着就够用的了啊。因为不是我已经翻不动了，各位，可能前五年我记得我在北展，我想了想，二十岁之前翻过，他当时都毯子公园的小时候都了。孙老师啊，孙老师翻一个你们看不出来，孙老师来滚一个，一说孙老师翻一个人家走两位观众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怕砸着。他不翻了，您回来吧。啊，我记得五年前我在北展演出，我台上还翻跟头呢哈。我现在岁数大了，我也翻不动了啊。我活动活动，你瞧这活动活动还行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没准备好。哎，对，我别翻了啊，万一翻真摔坏了也是个事儿，我还得讹上你们啊，得上你们家养伤去啊。你先等着张云雷好了吧，行了啊。